Skype 手机仅售1990元。听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声音很少，真的是视讯电话，你可以看到吗？可以看到了，你可能把你的脸再往后退一下。PC Home 网络家庭旗下的联科通讯，昨天发表全球首支 Skype 智慧型话机 Skype Enjoy 专用机，将 Skype 通讯软体融入家用电话，操作更简化，只要 WiFi 连线并支援简讯、文字聊天，就可单机使用简讯、视讯、语音通话等，不需和电脑连线，售价1990元。打电话要电话费，那是上个世纪的事，这支手机只做一件事，它就是用它来打 Skype 电话，你只要打一次国际电话就把它赚回来，让你所有的通信，让你的打电话、视讯电话通通变成不要钱或者是原有的钱的10%。这支 Skype 智慧型话机可拨打 Skype 账号免费通话，内建储值购点功能，储值后可打手机或视话，国际费率每家地区每分钟0.681元，中国0.326元，但该机电池充满状态仅维持3小时待机，通话状态待机仅2小时，触控灵敏度也不如智慧型手机。三 C 专家分析 ，Skype 可打一般视话，讯号稳定，和一般电话没太大差别，简易操作更适合家中老小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